家好，我是晴天，今天我要带你们进入我的魔术世界，跟我走吧。魔术旅程的第一站。Hello。嗯，天哥。你在干嘛？收拾。看一下你这块的衣服啊，看你这么乱。嗯。那我帮你一块收拾吧。你怎么收拾衣服还鼓起来了？这是我的细胞。哇！所以说我感觉我叠这个方法不是最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是最艺术的，是对，最艺术的。OK， OK， 我要去我的下一个旅程。捕捉一个载明。你干啥呢？有点感冒了。怎么就感冒了呢？昨天洗澡着凉。你想不想好的快一点？超级想。我给你变个魔术吧，你借我一点纸，可以让你的病马上好起来，信不信吗？信，信啊！田哥说信。有干的幸福你就拍拍手，有个干的幸福你就拍拍手，有个干的幸福你就拍拍手，有个干的幸福你就吸鼻涕。哎呦，开不开心？开心，开心。OK， 谢谢，谢谢，谢谢。你可以，这是我变的一个魔术，知不知道？看出来。OK。哇、wow, 哦 ，Amazing！ 天哥，天哥，咋了？我帮拿一斤了，你帮拿下来。看、哎，衣服了。你刚说啥？我说我忘带浴巾了，我这不是一时疏忽吗？这不是吗？哎，站上去给他个大特写。Hello、哎。看这个裸男。你快帮我拿吧，我冻死了。一鸣，哎，来，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要去小小的恶作剧一个人，他呢，我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卧龙。子方又在睡觉，我每次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会躺在床上，我要给他吓醒。这个气球刚吹起来就给它扎起来，有点可惜，所以我现在要利用这个气球去跳一段舞蹈。谁？晴天。杀了你！来来来来！错了个！我现在要去三楼纸飞机，捕捉到了一个傻子，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你干嘛呢？没事儿。偷偷摸摸的。不，你干嘛呢？我在这扇风啊。清风啊，好像有点文化。那肯定。你给解释一下吧。清风啊，就是这个风轻云淡，就潇洒啊！我就是潇洒的人。既然你也是潇洒的人，嗯，我也是潇洒的人，好，咱们就一块儿潇洒一段。我心上我的幽默，我肩上飞扬有风，我路上难免有痛，我头上总有星空，星空之上有我的心，正在纸上云下的痛。好了，今天我用身体给大家带来的魔术，你们看懂了吗？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困扰以及需要他人帮助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出现能够给予他帮助以及温暖的话，我也是开心的。好了，拜拜。